想要模仿他们的路子这样子走下去，我相信每一个来我头的发抖音。下期服当然好看啊，那可是我们争取来的，我们争取来的，我们那是我们第一套正式的服装。我们第一期，你们知道我们内心活动是什么吗？我们第一期每一个团队出来，因为我们其实算是倒数第二个出场了，我们就在疯狂的羡慕，哇，他们的衣服好好看，哇，他们的衣服好好看，哇，他们的衣服也好好看，你看看人家，再看看我们的什么，再看我们的制服裙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好看，而且不能嫌弃我们制服裙好歹也是借的，挺羡慕的呀。要跟大家一起看嘛，所以我们就，对啊，他的东西基本上是我们这争取来的，马老师去争取的呀。因为一开始可能我们这边并没有拨资金给我们烫组。我看那个弹幕，实不相瞒，和妹看见美女就尖叫。用你们最想喊话的团体或者注视着这五支团，有什么话想说的说出来。谁不喜欢看漂亮美眉呢？对吧？很多动作都是一个政治和。这是明天哦，哎嘿，说一句我们的暗号，你你你。比方说有人问一个问题，哎你是谁？我觉得名字其实很不足以代表我。哦，对了对了，好棒哦，你们真棒，真棒，真真棒，奖励你一朵大红花戴在脑门上。其实我们是想把这种精神带上游戏。马上。我感觉我突然精致了。炙热的我们这一次采取的是分年龄区票选的机制，突然精致，每个年龄分区的认可对于各个团来说都同样重要。这种认可，不对，跟奶奶学刘谢，跟奶奶学奶奶学刘谢玲甩头。80、90、00后的在线评审请注意，请在我身边的 S I N G 团这一次的那一个动作啊、舞蹈啊，然后还有整体舞台表现还是蛮不错的。看一下我伸脖子吗？现在，然后看一下我伸脖子吗？差一点点。S I N G 女团获得44票 ，RWS Rise 获得55票，恭喜。我可能真的有点不确定。非常好，但是 S I N G 代表拿动作之一演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像 Rise 那样呈现，给人看起来更爽的一个观感。尽量让。现在 ，RWS Rise。完了，我们伸脖子，然后下巴可以慢慢，下巴可以慢慢的调嘛。你们别跟我，别跟着我熬，你们是熬不过我的。你们要睡，我跟你们说赶紧睡，千万别跟我熬，你们熬不过我。会比较，就咱们看东西就不能说光看说啊，姐姐好赞，姐姐绝了，姐姐好棒，还是要看一点内涵，就是内在的东西。就比如说他们可以让我们采取，比如说他们的镜头啊。他们的镜头啊，那一定就是都长这样子。他们的镜头的把控啊，他们对镜头说话的那种感觉啊，更近的设计就各种，就第一，他们还是他们其组做个区别，编舞啊，就是一些他们做的东西，我们杂东西我们完成了给观众，能做一下其他什么什么，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用心，他们的服装啊，重点是他们的服装啊，更不一样的是，在我们有限范围内，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讲最，我就拉踩你们颜粉怎么了？他只是会说他自己的想法啊。让我们自己决定，我哪句话就拉踩你们颜粉啊？但其实天天给我扣帽子，如果不在中心的话，你我哪句话有扣，哪句话有拉踩你们颜粉、啊、需要的那个斯坦、啊、直接给他说哪需要，我没有吧，其他交给老师，我没有明白说的话，相信他们嘛，没有明明白白说嘛，就只有你们给我乱扣帽子。我们团啊就是比较有自己想法，每天就是给我乱扣帽子，发生一些争执啊或者怎么样，那很正常，要碰撞。先把编曲听，然后听完以后大家再提意见也可以的。那我们可以听吗？现在？好，大家都知道我很矜持的，所以不会套路人家妹妹。出场真的很好玩吗 ？S A N H， 这重点是你们知道吗？重点是我们本来一开始原阵都是 S A N H， 然后马老师说，你们能不能不要像大老爷们一样的喊原阵？少女点，你们看你们是少女，少女。S H N H H H 48，我们是 S H 48。其实我们每次排练完之后就，我不要跳舞。
跳舞。点评赞哦，谢谢，请大家多多支持，评论点赞转发哦，谢谢。